是要给非洲的小朋友送去包裹。启动控制台，超级飞侠小爱出动。小爱从车库出发，来到控制塔，转动吊臂，包裹送达成功。小爱继续出发，超级飞侠小爱回到车库。接着我们派出超级飞侠乐迪，乐迪从车库出发，开始运送包裹。来到控制塔，乐迪运送